其实一开始是从后面断截球，然后我就从后面突击上去，当球吊起来的时候，看到虽然有先看到守门员冲出来，可是就想说就给他硬碰硬吧，一定要把球顶进去。当进下那球真的是胜利的怒吼啊，非常开心，把所有的晦气都喊出来。